美国是世界上最新兴的文明，它拥有多样的民族和多元的文化，因此在美国你会发现很多人类早期文明的踪迹，甚至在曼哈顿餐馆供应的美食当中，你也能感受到这些文明。不论是人们进餐的方式，还是白色餐盘上菜肴装盘的花式，都展现了不同文明融合的成果。现在，使用白色的瓷盘早已非常普遍了，普遍到人们甚至都不会去考虑它的价格。然而，在1000年前，它还是一件人人都梦寐以求的高科技产品。陶瓷是古老的高科技产品，它是中国发明的。当时，拥有陶瓷是全球人的渴望，而这种渴望又激发了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。本纪录片讲述了由陶瓷引发的人类文明的交流。人类对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，即使在他们自己看来都难以置信。然而，就像所有古老的文明都和大江大河密不可分一样，人类始终无法超脱大自然的约束。很久以前，埃及人在占星术和几何学上就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。然而，直到现在，这些人依旧以数千年前无意的生活方式生存着。位于尼罗河下游的阿布辛贝勒神庙修建于3300年前，这一神庙让我们对古代文明留下一个疑问。这座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坐像高达22米，拉美西斯二世希望通过这座神殿让自己成为受人瞻仰的神。在神殿走道深达60米的岩壁上，描绘着拉美西斯二世从人类的国王到神的转变过程。拉美西斯二世正在向太阳神献酒，他使用何种容器来盛酒呢？画中描绘的是人们排队等候向法老王进献贡品的场面。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历史上伟大的征服者，已成为神的拉美西斯二世正向众神进献食物。桌上放满熏香、亚麻布以及当时最丰盛的食物，烤面包、烤鹅和牛肉。这些食物都是盛放在石器里的。为什么在供奉法老和众神的供桌上使用的器皿都是石器呢？这是埃及农民劳作以后走在归家路上的情景。这些开罗郊外的自然景观几千年来未曾改变。农民们现在的生活和过去并没有很大改变。欧盖普村庄位于卢克索尼罗河的下游地区，这里的陶工们至今仍在使用传统工艺来制作陶罐。这座土坯的原料是尼罗河里的河泥。5000年前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了转轮。
从壁画中可以看出，陶工们制作容器的方法从拉美西斯二世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流传了。人们在田间劳作的时候需要容器来盛他们的食物。粘土随处可见，而且便于成型，因此它成为了制作器皿的首选原料。